练习武当武术好在哪儿呢？其实是好在于，它可以让你内心很放松。起任何的动作呢，它都要有一定法则的要求下，你可以啊，把你的身心呢，完全可以投入到整个练习过程当中来。什么意思啊？表达的就是你练的可以随心所欲，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之上。比如说，太极拳是不是可慢也可快？当你可快的时候，它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些章法。那么，这是需要你建立在一些身体基础之上。拳本身很简单，被练的人教复杂了。所以啊，练任何一项运动项目，都需要深入去理解它背后的要义，而不是快速的去理解它的肢体。这样的话呢，它不会有太多太多的深度。